不过我妈做了不该做的事。我想知道你每天在家要做什么。我们都在讨论你的功课。他今天又怎么了？他只是想跟大家一起玩。相见和吻出来，你们两个都会释放压力哦。他哪来的压力？只要跟他在一起久了，至少会变听话。你没吃药。你在乎的到底是谁？你到底了不了解他？你妈妈其实很关心你啊。表面上说爱你，你觉得每天回家先咬多少淤青，他还不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要吃药？你就要吃吃看呢、啊？站住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为什么全世界都要这样陪你玩呢、啊？对不起。为什么对不起？